车停在这个马路边，我那个门在那边开。我只能停在最边上。哎呦，开不了门，半斤我进不来了，要重新挪一下位置，再挪个50公分嘛，在这里重新挪了一下，可以了。半斤，我出去买东西啊，主要是这个网啊，还在传资料了，我先去买东西。哎呦，开不了了，就这样。他写的是农贸市场里面30米。又来晚了，都没有菜了。看看里面有没有排骨骨头啊？排骨有，排骨啊，哎，怎么卖的？18块。这个呢？18钱。这个一样的。哎，这个呢？这个熬汤。我来一个这个。好。再来一板嘛。这个一样的。好多钱啊？43。看看有什么？胡萝卜、玉米有吗？拿一个就好了，蒜家里有啊，我就吃那么一顿就好了，放多了会烂。哎，这个玉米是好的，我再拿个这个吧，这个感觉放得久。22一筐，好啊，我拿一筐番茄炒蛋、西红柿，一盒鸡蛋、蔬菜40，买个排骨40。来，半斤，你开不开心呀？你闻到肉香了是吧？嘿嘿，我把视频做了，就开始炖骨头好吗？真乖，把它煮开了，把那个泡泡倒掉。现在做视频，谁呀？我是你一个粉丝喽。哦，你好。你好。刚才跟你发那个，私信。啊我看到你游到这里来了，我看在路边看到。哦。这个呢，你男朋友呢？回去了吗？他不是说带狗一起回去了吗？没有。没有啊。啊。哦，要来录视频。嗯，对，我在做视频呢。晚上准备住哪里呢？就在这里啊。就这里了。对呀、啊。就在路边。对，这里只能停路边啊。嗯，我说个等一会儿在水利局那个里面去看一下。看你好不好停车，这里可以了，这里挺好。我要做，关键是我要做饭。有一个那个什么也停在那里，你是停在哪里的？这武汉。你从哪里过来的？武汉啊。武汉过来，你是几个车啊？就一个车，前面还有两个车。三个车你们？啊、哇，真棒、啊！那明天就在饶湖玩吧。我现在在做视频。好、哎啊，你坐、嗯，我现在去找东西啊。好嘞，明天饶湖见啊。好，好嘞，拜拜。拜拜，谢谢啊。关好，这里不安全啊。还是可以的，安全。你看，好脏，我要把它弄出来，再洗一遍，清水过一遍清水。我把它清洗了一遍，又放下去了，放了玉米、胡萝卜、生姜，没有放盐。待会因为要给半斤先吃，其他的就没什么放。本来想弄点醋的，可是没有。现在开火煮，开大火煮。煮到它这个有气出来的时候，再煮20分钟，开小火。哇，闻到好香啊！实在是迫不及待想吃了。还有几十秒了，等着关火吧，受不了了，太香了。大姐，快开锅了。我还没叫他回来，我还没叫半斤回来，自己就回来了。哇！熟了，半斤，哇塞，半斤，你的最爱，这个是给你的，专门给你切的，很烫哇，这是半斤的，要等一会儿啊，哇，太过瘾了，要弄个蘸碟。
半斤，啃得地上乱七八糟的。你看他把那个咬得稀巴烂，咬得碎碎的。这个也是半斤的，半斤，连肉都给你了。半斤，来来来，嘣！哎呦，掉地上了，不好意思，你捡到你的碗里啊，对不起啦。他吃大的骨头，我吃小骨头，小的很多肉啊。是12块钱的骨头，哇，太棒了，太过瘾了。蘸一下这个酱，真好吃。好多肉，全是肉，这玉米也好吃。把这个肉弄到碗里蘸一下酱，超级美味。哇，太香了，吃完了，这是我吃的。然后锅里只有汤了，明天煮面吧。半斤也是，你看，吃的骨头呢？骨头跑哪去了？吃的骨头就剩渣渣了，因为我炖的比较久，炖的比较烂，他把骨头都啃完了。明天8点多要出发，现在都1:52了，把这个上传存为草稿，终于烧草完了，收起来了。半斤现在又睡上面了，咦，怎么还不睡啊？10:09，我要睡觉了。哇，起来了，这天真好啊。半斤，不要跑出去啊，看他们房车。哎，他们走了。半斤，我们也起来了。这边走，看他上不上厕所，上了就走。哇，尿个尿要到处选地方。哎呀，好恶心啊，脚都打湿了，那个毛毛都是尿。我要给洗脚。点都不听话。我给半斤那个后箱子上放了一个纸壳，他准备要走了。准备出发，全程90公里，还90公里有燃物证，我以为只有60多公里，现在出发了。今天太阳还挺强的，所以要把墨镜戴上。前面去掉头，请沿当前道路继续行驶88公里，前方十字路口请直行。